男女分工就从这一刻开始。到了长纳米，这样才有办法做这些高空的底架作业。勾紧的话，到时候才不会被拉断。增设夜间的照明的部分啊，还有摄影机、消防的逃生通道、消防的逃生照明跟消防主机啊，还有增设一些自动点灭。防火站为了安全起见，要做一个开关总处理哦，就是说，尽量是说，如果说没有人在场的时候，要有总开关，把它线路都全部切断，节省不必要的用电，也避免这些老旧的线路自己短路，火烧的现象发生。守护这块宝地。合作就从这里做起。大爱新闻真相美智工萧敬文台北报道。